哟，醒了！宋远，被人挖掉肾脏，如何呀？你费尽心思讨好了家人。 如今却为了救我一个养子，千方百计挖掉他亲生儿子的肾，你说我是应该感谢他们，还是应该说他们蠢呢？啊！不可能！ 你一个被宋家送进孤儿院的孩子，他们为什么接你回来？他们为什么骗你在生日当天签下器官捐赠书？啊！<笑>你说什么？我的浩哥。 算是死得其所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小月啊，今天是你18岁成年的日子。 马，这个真的是送我的呀？谢谢马。宋家，愿来生不如送天下。怎么在这儿？我身上的伤口呢？长官起来！ 居然敢对小翠做出这种事情，你简直禽兽不如！小翠，娘，你的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娘，啊，住手！放开他！混蛋，你要不要会有好事？他妈弄死！ 要不然多说一句，他们死定了。啊！你不能这么对小翠，女孩最重要的就是清白，我求你了，别这样。啊！宋远，你把小翠怎么了？不是我，是小何。小翠，你说话，刚才是不是我叫的你？我。
大少爷，我真的不愿意，你别再逼我了。你说什么呢？这可不是你的罪了。畜生！这铁锹你还敢狡辩？我这就重生了。妈，妈，姐姐们，你们不要怪哥，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碰见他。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以后再有这种事情。 我不会再和他打扰你，千万不要和爸妈产生嫌隙。小航，不是你的错。宋远，我没想到你回来那么久，还是和以前一样。畜生！畜生！你们宋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爸妈，赶紧把这个强奸犯赶出去！他今天敢强奸，说不定明天就敢杀人放火。够了，是，是我错。你们不如先放回去。 看看警察来了，是把我带走，还是把他带走？报警！这种丑事要是传了出去，我宋家的脸面往哪放？哥，知道你不喜欢我，你再怎么针对我，我都没有怨言。但你不能拿宋家的名声开玩笑啊！爸妈，姐姐们，你们也别怪哥，实在不行，让我替他顶罪。 我这身体就这样了，就算是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小航从小，我父母就是个孤儿，如何能帮到你们？我就算死也愿意。傻子，说什么胡话呢？哎呀，好了，别说了，这些自首不就行了？混账东西，做出这种丑事，你还有理了？快，走到道歉，你让我给一个颜子道歉。宋远，你怎么说话呢？ 小恒好歹是你的弟弟，就算他是养子，也比你好个千倍万倍。好到你们在我生日的时候骗我签下捐赠协议，拿着自己亲儿子的肾去救这个野种的命，你们配当我的父母，配当我的母亲，配当我的姐姐吗？你胡说什么呢？捐赠协议不是你自愿签的吗？是啊，你生日的时候，我们不是给你的别墅过户协议吗？演的真好啊！要不我给你们颁个奖，你们说这话的时候良心不会痛吗？ 怎么？你还想反悔？我们全家上下就只有你一个人跟小恒的匹配得上，你不捐谁捐？而且你作为哥哥，帮着他点怎么了？就是根据鉴定，你的肾脏和小恒的匹配率高达8个点。要不是让你去送死，你救救弟弟怎么了？大不了手术结束后让陈怡多给你备点补品不就行了？亏弟弟争气，救救他怎么了？那如果我在换肾的过程中我出现生命危险，你还会让我救宋叔叔？ 是不是？宋宇，你别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不就是嫉妒小恒挑走人婚约，想借捐肾这一出把婚约挑回来？我告诉你，不可能！签订婚约的是宋家嫡子，他一个养子他也配？别说婚约了，我的肾，我也绝对不会给你。放肆！这个自私自利的东西，看来是我平时里对你疏忽管教了。男人，上江房。老爷。 把衣服脱了，跪下！来呀、啊！这么多年打的还少啊！你让开！让开！还敢狡辩！你敢跪下？我让你强奸小翠，我让你欺负小恒，我！三弟。 私人恩怨已经还清了，从今往后我跟你们宋家恩断义绝，再无瓜葛。站住！小远，罚也罚了，妈不怪你了。你签了捐献协议，过两天好好去做移植手术，别胡闹了。现在，你不知道捐赠协议是可以反悔的吗？想拿我的肾救你那野种儿子的命，没谋！赶紧滚！ 有本事你这辈子都别回来！放心吧，不会碍你的眼。离家出走，宋爷，你离了宋家什么也不是，我等着你回来给我捐肾。重活一世。
我不会再为了别人而低三下四，这次我要好好为自己而活。2009网页游戏三七五落，机会来了。 出了，出了！我真把副本材料出了，我要关到手了，到手了！我机会来了。喂，苗苗阿琛，是我，我离开宋家了。远哥，你不是找到你亲生父母了吗？怎么又离开了？他们一家人幸福美满，我回去多余了。远哥。 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不行，我得找你说理去。远哥，我看离开他们也没什么不好，咱们三个在一起一样潇洒。哎呀，好了，别提他们了。我今天叫你们过来呢，是因为我有个赚钱的主意。我知道我说的话可能是千方夜谭，但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带着你们赚钱的。哎呀，远哥，说什么呢？ 我们什么时候不信你了？就是元哥，你在孤儿院为我们结婚找女的。没用的，这卡里面有1万2。哎呀，你拿着。元哥，我跟苗苗力挺你，让他们宋家人好好看看，你离开了他们只会越来越好。对，到时候狠狠打他们的脸。好，还记得咱三在孤儿院的誓言吗？咱兄弟三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乐意同乐，忧亦同忧，一生坚守，誓不相违。爆了！爆了！哎，老板，还有信号吗？小翠。 二小姐，之前的事是我们宋家对不起你，这钱你先拿着，当时替宋远给你的补偿。二小姐，其实那天是……怎么？没什么。谢谢二小姐，我先走了。真是难为他了，小远。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这是我们全家的合照。儿子，快来，拍照了！好，大家看我这里。来，3、2、1。 大少爷，他的房间就在那楼梯下面呢。楼梯下面，你们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怎么会住杂货间？哎，二小姐，大少爷从孤儿院回来的那年呢，就住在这个杂货间呢，都住了十几年了。回来就住这儿？爸妈没给他安排自己房间吗？本来是有的，可夫人说大少爷屡屡犯错，想要调整点记性，这件事就得搁置了。 这房子连空调都没有，这被子一年四季就该这个吗？是啊，这被子这么薄，那冬天，二小姐，你就别说这被子了。当初大少爷刚进来的时候，这里面连床和枕头都没有，我呀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到佣人的房里给他抬了一张折叠床回来。啊，对了。 就这床被子，
还是大少爷夏天捡三小姐扔掉不要的呢。二姐，能不能把那个宋薇赶出去啊？真是孤儿院回来的，没羞没臊。怎么了？你知道他好恶心，他竟然捡我不要的被子。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家里是没给他被子吗？真是到处乱捡垃圾。这德行是得改，回头让爸妈好好教育教育。嗯。这是我以前送他的衣服。是，就是这件衣服，大少爷一直都舍不得穿。他每天呢，一直都穿着一件短袖和一件外套，天天洗，天天穿。有的时候吧，那衣服干不了，他直接就穿在身上了。他呀，就是舍不得穿这件衣服。他说是您送给他的，怕弄脏了。二小姐，这件衣服的品牌方说只有 L 码了，我就拿了这个码。你怎么办事的？这码数小文穿不上啊。给你了，拿去穿吧。二姐，这真的是给我的。怎么？不喜欢？喜欢。谢谢二姐。怎么会？小雨。哎，好。我知道了，等我看完项目再报价。小远，爸，怎么那个小兔崽子还没回来？哼，那个逆子在外混够了，自然就会回来的。到时非得好好教育他。爸，我们还是早点把宋远找回来吧。还是小柔你想的周到呀，你赶紧把那个逆子找回来吧，小过获胜。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回顾上一节课，执行程序的框类 n 等于16，大家好。宋爷，你看你的学习成绩，上课不认真听讲，竟然还睡觉，就你这态度还想考大学，我看你居然还考不上。妈，你找我。这是你做的？嗯，妈，我没让你失望吧？怎么，想用这个方法来拿回属于你的那份婚约？我告诉你，别说你只考了150，哪怕你考了1500、1万5，能跟王可欣联姻的也只能是书豪。妈，不是这样的。别叫我妈，我没有你这么不懂事的儿子。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还有，为了确保王可欣和舒恒的婚约不出现意外，以后你在学校不准再说自己是宋家人。要是有人问起，就说你是孟家保姆的儿子。你听明白了吗？老师，您就别操心了，他爸妈在宋家当保姆呢。只要把宋家人伺候好了，在宋总面前美言几句，将来说不定就让他当宋书恒的保姆呢。就是啊，老师，他手里可是捏着铁饭碗的，才不在意学习好坏呢。同样是宋宋，宋书恒宋家才算个少爷，能和全校第一的王可卿谈恋爱？哼，某些人啊，只能在人家家里打工。怎么还不高兴呢？开在黑板上这道题了吗？乾卦奥数最难之一，如果你今天能答出来，以后你也不用来上课。不然就等着处分吧。他这是在解题？连王可卿都做不出来，别说他一个全年级倒数的差生。能答得出来，可以吧？老师，题解完了。好吧。走吧，雨柔。
小远，哎呦，阿姨，你没事吧？哎呦，好像崴下脚了。阿姨，你要去哪？我扶您过去。哦、我要去那边。行，谢谢你，小伙子。现在放学时间都没到，这个混账东西居然敢逃课！我要看看他能去哪里鬼混。小翠那事，当真会是小远做的？这个混账东西竟然敢逃课上网！这件怎么样？大哥，这次给你看好了。行。服务员，你干什么？说我来干什么？不学无术，逃课打游戏，你还有没有出息了？让你干什么？让我回去上课去！我跟你们宋家没有任何关系，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你的一切可都是我给的，你说我有没有资格管你？我要是动你，小远，别闹了，你回去跟爸妈认个错，跟小恒道个歉，昨天的事儿就算过去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气，难不成你还打算跟家里决裂不成？不是算了，是已经决裂。宋先生。远哥他回不回家还重要吗？别以为他从孤儿院去你们宋家可以享清福，直到头来呢，你没对他可以打击呢，哪里还是他的家？宋远，你就是跟你这帮狐朋狗友这么说我宋家的？我宋家是少了你吃，少了你穿，让你嫁来那这么卖惨？你嘴巴不干净！他们是你亲，我们才是你的亲人。有娘生没娘教的玩意儿，我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跟我回去。宋建成，你放手，这里没有你的人。这个孽种，我看你根本就不想做事。你去，一个当哥哥应尽的义务。义务？那你当爹的岂不是更有义务？你怎么不把自己身子捐给他？我的肾源要是能和小恒匹配，我找你来干什么？那你话不是说错了？你嘴上说让我回去好好享受生活，你实际上看上的还不是我这颗肾？我跟你没有什么可谈的。宋建成。你有没有想过，我跟宋书恒非亲非故，为什么我跟他的肾脏匹配值会这么高？你什么意思？这话什么意思？莫非其中另有隐情？宋远，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逆子？别生气了，你先回家，我再去找小院谈谈。远哥，你没事吧？没事，他们我早就不死。远哥，远哥，远哥，小远，医生，我弟他，按目前病人情况来看，是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造成的昏厥，会不会就能醒？营养不良。我们会，家里不是给过他零花钱？零花钱？远哥回你宋家之后，你们连学费都不舍得给，还他妈零花钱，我呸！远哥回你们宋家三年，你知道他为了吃口饱饭、读好书，私底下捡了多少瓶子、打了多少零工吗？不关心他、不给他钱就罢了，回到家之后，你们还要羞辱他、打骂他，你们的良心，我看是被狗吃了！没给钱？这怎么可能？查一下账上每个月给宋元打多少钱。二小姐，没人交代要给宋元打钱，目前为止没有一分钱是到他的账户上的。什么？这些年小远都没有花过家里钱。宋二小姐，你别演了，这些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他平常自己每双鞋都不舍得花，在前几个月你过生日，他拿着卖瓶子的钱非要给你买小远。可你呢？非但不领情，还说他买的是垃圾。二姐，你看这个项链好看不？送给你。宋远，你一天天不好好学习，买这些玩意儿做什么？以后别把这些垃圾带回家。
整天心思不花在学习上，就知道怎么讨好你。你没心思问，你们配做远哥的家人吗？我当时不知道这条项链这么珍贵。远哥，小远，你醒了。没事。小远，姐知道你受了委屈。来，这是你的东西，跟二姐回家。二姐以后不会让人欺负你了。这上面有我没我？小远，不，行了，宋小姐别装了。你装出一副假惺惺的模样，我看是挺恶心的。赶紧出去。小远，远哥说让你出去，你听不懂吗？快出去啊！雨柔回来了，你们在聊什么呢？那么开心？这不，小恒的生日马上到了，我们在商量怎么给他办生日宴呢。二姐，你又准备给他送什么？说起来，小远也是和小恒同一天生日。啊，我还没想好呢。小恒，你想要什么跟姐说，姐给你买。姐，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想让哥哥回来。小恒啊，他这么对你，你还管他干什么呀？让他自生自灭好了。让那个小畜生把钱花光了，饿他几天自然就会回来了。小远自从回家没花过家里一分钱。妈，当真觉得他还会回来吗？怎么可能，他回家这么久怎么可能没给过他。爸妈肯定给这臭小子不少留他钱。我呀，那小子这么不懂事，我怎么可能给他钱花？我也没给他钱啊，他老是把小红气进医院。哼，我别怕，我也没给他，他想懂事点，你还愿意给，那我就更不能给他了，我现在真的该死。不怪我，要不是因为我，哥哥也不会下来闹成这样。怪你，小恒，要怪就怪他自己，自作自受，生气。就是，像他那种人，如果不是因为血缘关系，我就不能承认他姓宋。再怎么看，小远也不像是会干出这种事的人啊。这应该不是小翠的。帮我联系一家鉴定机构，有件事情我要查清楚。小翠是被打发走了，但我觉得事情还没有结束。昨天我在小翠房间发现一根男子的头发，已经送去鉴定机构了。二姐，你一大早把我们家人叫到这儿来，就为了说这个？一个男子的头发不是很正常吗？肯定是宋远的回响，还用得着送去机构？你该不会是想拿到铁证，坐实他强奸罪名，然后逼他回来给小恒换肾，对不对？不愧是我二姐，想的就是周到。不是，我只是想查清楚真相。当时在场的只有小恒和小远，我不想冤枉他们任何一个人。这事儿总得有个交代。二妹的意思是怀小恒。怎么可能是小恒？雨柔，是不是宋远那臭小子跟你说了什么？小恒这么善良懂事，怎么可能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你们是不是忘了，小远也是我们的家人，他不像是会做这种事。二姐，他不像，难道小恒像吗？你说小恒的性子，就他那个身体也做不出来这种事。哎呀，二姐，不要被宋远给误导了，还家人呢，没大义灭亲都不错了。可是要调查出来侵犯小翠的真是小恒，那怎么办？二姐，你在胡说什么？小恒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什么性子难道你不清楚？肯定是宋远那个畜生干的。行了，二妹，你就别胡思乱想。我和三妹现在带小恒去看电影，先走了。近日，一款名为《争霸》的游戏走红网络，众多网友纷纷上线，其副本材料更是一号难求。成了，我们成了，我阿超。囤了这么久的材料账号，终于可以出手了！耶！六万，远哥，我们挣了六万。远哥，谢谢你。
让我第一次赚这么多钱。既然咱们挣了钱，就得好好享受，去看电影。好。好。走。哎，远哥，我想把我闺蜜叫上一起。哎呀，当然没关系了。他话说明明，你有闺蜜，怎么不介绍给你琛哥？我都单身18年了。哎呀，去你的吧！我闺蜜她好歹也是个大美女，就算喜欢，也是喜欢远哥这样的。就你长这样，哎，好了好了好了，你呢？去给你闺蜜打个电话，我也真想看看你口中大美女长什么样。好。小新，我姐已经买好电影票了，晚上我们一起看电影。喂，苗苗。喂，可亲，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常常念叨的大帅哥宋远，他也在哦。宋远，就是今天解除二叔题的家伙。好的，我这就过来。宋书恒，不好意思哈，我朋友约了我复习，我就先走了，咱们下次再一起看电影吧。远哥，可亲，这里。可亲，这位就是我一直跟你说带我赚钱的大哥。远哥，这位是我的好闺蜜可亲，她可是你们学校年级第一。我记得年级第一姓王，你是王氏千金？我是王家长女没错，但我可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你好，宋远同学。我叫王可亲。原来他就是我那被人抢走的王家未婚妻啊。宋同学还真是深藏不露，连超纲奥数都能解开。学校最近一直流传说你一直在控分，想要在高考的时候应聘呢。没有了，小雪，走吧，看电影去。宋远。可亲，你不是要学习不看电影吗？你怎么在这儿？学累了，出来放松一下。今天出门可真是晦气，碰上你这么个小畜生。闭嘴，少讲两句会死。小远，刚好今天碰上他，最后问你一次，你要不要跟我回宋家？远哥，你也是宋家的人？不是，我只是他们家保姆的儿子，跟宋家没有任何关系。既然知道自己是下人呢，就应该有个下人的样，乖乖听话多好啊、嗯！行了，三姐，远哥虽然强奸了小翠，但他怎么说也在咱们宋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就这样把他赶出去，实在是太残忍了。小恒，这种家丑我怎么能拿出来说？要是被外人知道的话，会毁了小远。毁了就毁了，一个畜生而已。小恒，你就是太善良了。以后不准你替这个畜生说话！你给我闭嘴！远哥他根本都不是这种人。人证物证俱在，还敢狡辩？那都是你们冤枉他的，他根本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看你一个小姑娘，天天跟这种强奸犯待在一起，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宋远，你敢打我？老天！小远，你太过分了。你们可以冤枉我、欺负我都可以，我不许是我家人半点坏，懂了吗？咱们走。宋远，我一定不会这么造的。我靠，远哥，那宋家也太欺负人。宋书恒什么玩意儿，敢跟我远哥比？就是远哥，你离开宋家是对的，你放心，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是，他们再怎么做我也不在意。现在呢，你们才是我的家人，咱们几个一起加油。嗯，一起加油。苗苗，宋元到底是宋家什么人啊？我现在在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那我就先走了。哎，王小姐，我这确实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你说。我听说王小姐家里是做手机零件工厂的。嗯，怎么了？我呢，想开一家公司推出触屏手机，不知道王小姐有没有意愿？这个我需要先问一下我父亲。
不过，什么是触屏手机啊？是啊，远哥，我们现在都是按键的手机，我没听说过还有什么触屏的手机。这所谓的触屏手机呢，是利用电学感应来模拟手指和触控屏的触摸度，用来代替按键模式的功能。哦，现在是2009年，在不久后的将来将会推出一大批触屏手机。不知道。我要做的就是第一家推出触屏手机的公司，我要做的不只是国内，是整个世界。嗯，远哥，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跟苗苗肯定支持你。嗯，远哥说全世界就全世界，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哎，王小姐，这个投资的事呢，咱也不急，等我先注册好公司，再投资也不迟。那个晚饭你们吃，我还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回来。啊，好嘞。杨哥，快去快回。嗯。大小姐，这里不好存。没想到这件事真的误会了小袁，赶紧告诉爸妈真相。还有多久到家？大小姐，马上到了。少爷，你回来啦！祝你生日快乐。这是为了给我庆生，谢谢你啊，陈爷。看来是我想多了，他们怎么可能给我布置生日？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哥哥能够回来，回家给我捐肾。哥，你回来了，快来，爸爸妈妈姐姐们都等着跟你过生日呢。我生日？宋远，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不会再踏进宋家吗？你的骨气呢？好了，既然回来了，那就跟小红这边好好道个歉，做好手术准备。从今以后，他是我宋建成的儿子。你儿子？我稀罕了。还有你宋书恒，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别演了，我觉得恶心。混账！你怎么跟你弟弟说话呢？你要是不想回来，你就赶紧出去。妈，哥都已经回来了，就不要再因为我吵架了。哥，你别生气了，我也不需要你道歉。我只想让咱们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就行。你看看小恒多懂事，不仅许愿让你回来，还一直帮你说话。小雨，你不觉得自己错了吗？那我是不是要跪下来给他道歉，把我的事交给他？站着！拿个身份证去哪儿？宋远，我警告你，少在外边鬼混，败坏了我宋家的名声，看我怎么收拾你！宋建成，真以为你们宋家是宝贝啊？我恨不得跟你们宋家没有任何关系！你少嘴硬了。对了，你拿这个身份证，该不会是因为没钱了，要去借高利贷吧？宋远，你还要糊涂到什么时候？没钱了，不可以跟家里讲吗？像我们虐待你们一样。没钱又怎么样？我从小到大没花过家里一分钱，我不照样活过来了吗？靠，我这次回来是要拿身份证注册。从今往后，我宋跟你们宋家没有任何关系。注册公司？公司的财务一分钱都没给你吗？你哪来的钱开公司？好啊，我卧室里丢了6万块钱，原来就是你拿的。说什么时候拿走的？宋夫人，你是不是早上起床没带脑子啊？你要不问问你的宝贝儿子宋书恒呢？宋远，你自己偷钱就算了，还要把责任甩到小恒身上，我看你就是没事犯贱找骂。你赶紧把妈的钱拿出来，今天是小恒生日，你别在这胡搅蛮缠。你替办小翠的事情，我们家里已经不跟你计较，你还想怎样？好，今天就是宋书恒一个人的生日，我就要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呗。偷钱强奸，
只要是没有证据的事，你们都能推到我的身上。宋先生，你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宋远，你怎么跟爸说话呢？不要脸的东西，看看那些常事做事儿，我宋家的脸全被你给丢尽了。事到如今了，你还不把钱交出来，非得要等到我们报警，你才知道悔改吗？我从小就是教你这么做人的吗？做人，你们也配跟我谈做人？是，你们是会做人。为了区区一个养子，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逼到这个份上，你们会做人？不让我在外人面前说我是宋家的少爷，我的生活费、我的学费都是我自己挣的。你们让一个有家的人活得比我还小不少。还有你，我在宋家这么多年，你们帮着宋书恒这个混蛋，不是打压我，就是辱骂我，你们有什么脸说我？至于你宋，你一个养子在宋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已经算了，还要我把身挖了给你？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啊！有你们这群家人，不要脸吧？这是亲自断绝书，宋先生，签字吧。畜生！早知道你今天会变成这样，当初我就应该把你按死在娘胎里。哥，我知道你怨我抢走了全家的宠爱，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留下来？要不，前天小翠偷钱，都是我干的啊！你能不能原谅？小恒，宋远，小恒好心帮你说话，你怎么能打他？我跟你拼了！我告诉你，姐，哥他也是气不过才打的我，只要他不走，打死我都行。小恒，你傻不傻呀？你跟这种强奸犯，你帮他说什么话呀？我没想到我居然会生出你这么个恶毒的儿子。都已经为你做到这个地步了，你居然还无动于衷！宋远，到底安的是什么心？你以为我真的不敢签吗？那你签啊！宋远，你真的太过分了！小恒一直帮你说话，你还这么对他？爸，快签吧！这样的白眼狼，我们宋家不要也罢。哎，等等，你不是拿了家里6万块钱吗？你既然要出宋家，那就把这钱拿回来，少一分钱，你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行。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我给你们，但说好，这个钱不是我拿的，这是给你们用来买棺材的，身不由我，死也别赖着我。逆子，签字。好，但我没有你这个畜生。不能签。现在结果出来了，小远，你去哪儿？我去哪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走开。小远，让他走，我要看看他离开我宋家能有什么样的出息。哥，你要是后悔了，回来给咱爸认个错，爸一定会原谅你的。好了，走了就走了，这种强奸犯又偷东西。他也没脸待在这儿，到时候就即便他在我们家人面前跪下来求情，我们也不会让他踏进宋家半步。行了，管那个白眼狼干什么？今天小恒过生日，还没吃蛋糕呢。妈，妈，这该不会是我最后一个生日？小恒，你说什么傻话呢？你，糟了，宋云走了，小恒那事怎么办？没关系，反正他都已经在器官移植上面签字了。而且到时候等他混不下去了，自然就回来认错了。我就不信一个强奸犯能混出什么名堂来。宋倩倩，小远也是我们的弟弟，别张口闭口就是强奸犯。二姐，我说错了吗？我说的是事实好。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结果你们自己看吧。鉴定报告？什么鉴定报告？小恒，二姐再给你一次机会。那天强奸小翠的，你确定是小远？二姐，你
不相信我吗？我是亲眼所见，我也不可能冤枉哥哥。对呀、啊，玉娆，除了宋远还能是谁？还非得去找一个进行报告，必要吗？非得再刺激爸妈？我说了，宋远他不是什么好东西。爸妈，你们怎么了？小航，你实话跟妈说，强奸小翠的人是不是真的是宋远干的？妈，你不信我，我知道他也是你的儿子，但我真没有撒谎。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小翠的床上会有你的头发，而不是宋远的？不可能，我相信小航，小航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二妹，这根头发真的是在小翠的床上发现的吗？你们都不相信我。小航，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这个头发。妈，既然你不相信我，那小翠为什么不指认我？不知道，哥哥那天打了我，一定是打我的时候头发掉的。我就说嘛，这种事除了宋远做的还会有谁？二姐，你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一根头发能证明什么？再说了，小红的肾也证据这个事儿。但是小远也不像做这种事情的人啊。二姐，我知道你不信，你要觉得是我那就是我，反正我也不是亲生的。行了，都别说了，一根头发也证明不了什么。今天是小恒的生日，我们非要让他伤心难过吗？对不起啊，小恒，是妈妈误会你了。不说了，咱不说了，我们吃蛋糕啊。来，我们吃蛋糕吧。嗯，吃蛋糕了啊。调查一下小翠现在的住址。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你这个畜生，早知道你今天会变成这样，当初我就应该把你按死在娘胎里。天赐，都没有你这个畜生，宋家彻底结束了。苗苗，老陈，什么呢？闭上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远哥，生日快乐！你们，远哥，快许愿啊！嗯，你们就是我宋远的亲人，希望我们几个并肩同行，早日出人头地。你们再等会儿，我爸应该快要忙完了。嗯。爸，你总算是忙完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宋远，来找你谈点生意。今天啊，雨嫣陪朋友玩，爸爸要出去应酬去。莫叔，我们今天来不是来玩的，我们想跟你谈一个新的项目。哦，什么项目？我们呢，打算研发一个新的手机。关于手机零件的产量，我打算先组装10000台。10000台，马上就要高考了，你们有这时间，还不如好好复习一下。爸爸有事先走了。王叔，您要不先看看这个？畜生手机，领航技术有限公司主打智能手机，初步收益2000万。是龙叔，我想你应该最清楚，
目前电子产品处于大洗牌的阶段，总有一天按键手机会被取代，到时候最受益的一定是手机零件工厂。如果想长久的生存下去，第一步就是创新。咱们与其迎合市场，不如创新市场。皇叔你放心，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和产品研发，我一定能让咱们领航处于领先位置，到时候再按市场比例分成，您拿到手的就不止千万了。好啊好啊，高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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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加油啊妙妙，你这个心态说的不对，你看应该是这儿。小远，真的是二姐错了吗？这是……悄悄记录一下瞳孔，应该不会被发现吧？那个是我漂亮的二姐。妈的，是个医生，这平时工作太忙了，我都不怎么能看到她，所以我就打工攒钱买了这个项链，想她的时候呢，还能偷偷翻出来看看。二姐。怎么还是这么烫？这不行，还是得找点退烧药。二姐，你不是有手术吗？二姐，二姐，你醒了？你这……小恒，是你救了我。哦，二姐，你没事吧？小恒，谢谢你啊，我会游泳，幸好有你在。姐，你没事就好，你担心死我了。那个是小远。今天趁着陈姨来二姐房间打扫卫生，我也偷溜进来看一看。这里全都是二姐的荣誉证书。对了，二姐啊，还有个人体模型。你看，这是原来我的肾可以救小恒的肾啊！他们怎么不告诉我呀？肯定是怕我不同意。这多大的事啊！之前告诉我，我肯定同意啊。小远，全是，分明是小远自己的意愿，我们却把它当成理所当然。哎，小恒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宋远的肾和小恒的肾匹配度有八个点，你们谁去说服他捐肾？爸，这怎么劝？宋远整天就只知道欺负小恒，巴不得他早点死，怎么可能会救他？他快生日了，要不我们送套别墅给他，之后再谈捐肾的事情，有当时给他的补偿。我看这主意不错，反正就捐个肾而已，又不是要了他的命，到时候就算他不愿意也不行，收了东西就必须得翻身。妈，这会不会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又不是没给他好处，一套别墅还不够？大不了等手术之后再给他点补偿。好，就这么办。
以这么对小远。小远，对不起，而且没有保护好。是，他是比我好千倍万倍。好到你们在我生日的时候骗我签下捐赠协议，拿着自己亲儿子的肾去救这个野土命。你们配当我的父母，配当我的母亲，配当我的姐姐吗？不对，我记得捐赠协议是小恒拿过来的，说了小远是自愿签署的呀。可为什么小远那天他说我们骗他呢？够了。小恒，你慌慌张张在这里干嘛？妈，我刚听那边他有声音，我过去看一眼。妈，小恒，怎么了？小恒，小恒，小恒，你想妈妈？小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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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二姐，妈是，小恒，以后不能回来你们身边。不会的，小恒，你一定会没事的。宋远，宋远，他能救小恒，我这就去找他。妈，就是你先别管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小恒送医院，我和其他人去找宋远。在拿到肾之前，绝对不能让二姐发现我把别墅合同调包的事情。是啊，苗苗，我真想看看远哥口中的臭兵手机到底长啥样。宋远，宋远，你先别走。你们没完了是吧？都断绝关系了，来找我远哥干什么？你们什么态度啊？小远，以前的事就算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们回去好好生活。算，什么都算了。还不是你以前在家干的荒唐事，爸妈打算不跟你追究了。所以你们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我，你们宽宏大量，原谅了我的罪。行了，别跟他废话。今天过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去医院，小恒马上去晚高考，身体不能再拖了，你赶紧把肾给捐了。就你家小恒要高考，我家远哥他不高考啊？你们拿着亲生儿子的肾去救一个养子，你们还是人吗？别再让我看见你，赶紧滚。小远，妈给你跪下了，妈求求你，你就救救小恒吧，你弟弟还这么小，你就忍心看着他这么痛苦吗？弟弟，我何时承认过这个弟弟？再说了，我也没有像畜生一样。怎么说话的？他说谁是畜生？啊！我说的就是你儿子宋书恒这个畜生。我就算救一条狗，我都不会救他。我，妈，义子，宋远，居然敢打爸！宋远，我们宋家待你不薄，让你跟小恒捐肾是怎么了？你还敢动手打爸？打一巴掌就死。我被你们打了这么多次，我说过什么吗？反了你了，连你爸都敢打。我告诉你，今天你这医院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们真他妈以为我不敢动手是吗？别说是肾，就是动我远哥一根毫毛都不行。你们宋家眼睛是不是都瞎了？不管是人品还是成绩，宋书恒他哪点能比得上我们家远哥？亲生儿子你们不宠，偏偏去宠一个病殃殃的破烂货，到底谁才是你们亲儿子，谁才是你们亲弟弟啊？什么人？别说人品，这成绩他还比不过小恒。你确定？怎么不确定？小恒的成绩你怎么可能跟他？知道个屁呀、啊！我远哥他……行了，阿强，别跟他们废话，咱们……你……爸，那小恒现在该怎么办？喂，爸，小恒的病情暂时稳住了，我们现在就过去。小恒的病情算是稳定住了，走吧，咱们现在去医院。远哥，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我给你们准备了晚饭。可卿，你也太好了，我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可卿，他怎么会和宋元在一起？老公，咱们趁早把可卿和小恒的婚事提上日程吧。好好。爸，我回来了。好、啊、好。
那就定在高考之后。爸，怎么那么高兴啊？什么日子要定在高考后啊？哎呀，的确是好事。刚才我刚跟宋家商量好了，把你和舒恒的订婚仪式就设在高考之后，也就是出成绩的那一天，到时候正好是订婚宴和升学宴一起办，双喜临门。什么订婚宴？爸，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这个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和宋家的婚约，一个订婚宴。我，可是我说了你也不走。你哭懂什么了？在想什么呀？他这个题目已经写了 P A 垂直于它的底面 A B C D， 然后他也写了 P A A C 二，所以A B 就等于根号三 C 五勾。宋总，请过来看一下零件。哎，好。你放置这个在这儿，你看这个主板装这个圆的放在这儿，然后这个你把它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题 S 平方等于 0.1 啊。哎，老师，教室回去睡啊。非常好，老师。对，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咱们所谓的触屏手机就是利用电子感应来模拟你的手指或者触屏动作，用来代替按键模式的功能。啊，再好。可亲，他怎么又和宋远在一起了？远哥，妈，远哥，我爸来接我了，我们一起回吧。小远啊，咱们赶紧回去，工厂那边成品已经出来了。也是，咱们也是该回去验收验收成果了。走吧。可亲，小恒，走回家，爸妈给你订早餐。哎，姐，我和可亲的订婚宴是定在成绩公布当天吗？对呀，升学宴跟订婚宴一起办，怎么？这就迫不及待了。不是，姐啊，我只是希望那天来得快一点，越快越好。亮了，亮了。嗯，成功了，成功了，选择我们成功了，太神奇了，我还没有见过不用按键的手机，这居然是俺们生产的。对，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华叔，谢谢你，这次多亏了有你，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不会这么容易。哎，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想法。行行啊，你这个朋友交的不错。华叔，接下来需要麻烦你控制上检测了，咱们首批的10000台手机要保证每一台手机都能过关。放心，我肯定监督到位。谢谢王叔。来吧，阿川，你们呢开始宣传发力，争取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也能让我们领航进入第一批的市场的话。好，我们一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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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你好，你看一下，这是我们新出的智能手机，无需按键，就比如说上面，然后摄像机啊什么的。哎，老板，领航触屏手机了解一下。啊，你好，领航手机了解一下。哎，你好，了解一下。老板，这个呢是我们领航最新研发的触屏手机，你看，手指触屏，无需按键，打电话、打游戏都是可以的。你要不看一下？哟，真能活动！订婚价多少？我先订个100台。行，好了，我手机要换了。老板，你让手机给我看看。老板，你让手机来一部。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哎，不能进，不能进，哎，真不能进。小心点。
宋总，处理手机还有货吗？再进100台。我要300台。500台。各位老板稍安勿躁，我们公司呢目前只生产了10000台触屏手机。我很感谢各位老板对我们的支持，你们放心，我会立马通知工厂加班加点补货。是啊，麻烦尽快啊，我店里来的客人都指名要买你们触屏手机。行，一有消息啊，我立马通知三位老板。那我们先走了，你们先忙。元哥，没想到卖的这么快。淼淼，你算一下到目前为止咱们的利润达到了多少？除去研发成本和制作成本，一共3000万。元哥，你们一共赚3000万？这么多？不错呀，比我预估的还多了3000万。赶紧叫王叔加班加点的赶活，咱们趁着第一波巨响把利益最大化。好嘞。哎，元哥，明天高考成绩就公布了，你紧不紧张？该紧张的不是我，应该是宋叔。行了，我们先去忙吧。好嘞，杨哥。可清，你来了，你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帮我看看这个 logo 颜色用什么好。远哥，明天就是我和宋书恒的订婚宴。祝你幸福。你觉得我真的能幸福吗？可清，我开玩笑的。订婚宴在宋家，你一定要来。这个再说吧，可能那天我要去厂里。好，我知道了。可清，我订婚好不好？开什么玩笑啊！宋总，我听说最近爆火的领航手机就是出自王家的工厂，您和王家联姻，王总有没有引荐您认识领航的老总？这倒是。不过他说了，这位老总今天有可能会过来。是吗？那到时候还要麻烦宋总帮我们诸位引荐一下。宋总这和王家联姻可谓是强强联合呀，听说两家孩子成绩都名列前茅，他是不知道今日状元花落谁家了。哎，宋王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无论花落谁家，宋总脸上都有光啊。哎，哪里哪里，诸位说笑了。你人呢？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他怎么没下来呢？上楼看看。进。大姐，有什么事儿吗？宾客都到楼下了，你不下去帮忙，在这干什么？大姐，你是不是忘了，这原本是小远的婚约，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欠他的全都还给他？是小远叫你把婚约还给他，他到宋家是什么地方，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大姐，你难道还觉得小远愿意回来吗？这话什么意思？你难道不觉得我们对小远太不公平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小远他是我们的亲弟弟啊，自从他回来，我们对小恒是宠爱包容，对他就是各种冷漠无视，他好像是被我们忽略的边缘人。二妹，你最近是不是被他给洗脑了？你难道忘了他做的那些混账事吗？他要没做那些事，我们至于这么对他？可我们哪次是有直接证据的？仔细想想，不都是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因为偏见就觉得断定是他吗？你到底想说什么？喂，二小姐，小崔的地址查到了，他目前在北城的郊区行动。好，马上备车，马上过来。
我还有事先走了。今天可是小恒订婚，你就这么不上心？这是小冉留下的，你好好看看。一个破相机，有什么看的？今天呢，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我们全员都出来玩了。那你看，橘子三姐在给秋藤剥橘子呢，还有二姐还得给爸妈烤串呢。啊，大姐人呢？来了来了，啊，糟了，大姐手心。原来那天弄坏我手机的是小红。大姐，你刚刚手机进水了不？宋远，你这只手机有多少客户电话在？你居然给他弄坏了！大姐，不是我，是，不是你还能是谁？现在手机坏了，我还怎么和客户联系？我谈了大半个月的项目，就这么被你给搅黄了。你怎么就不听我解释呢？你难道不觉得我对小远太不公平了？小远他是我们的亲弟弟啊，他回来我们对小恒是宠爱包容，对他就是各种冷漠无视，像是对我的父母。我们每次是有直接证据的，仔细想想，不都是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因为偏见就觉得断定是他吗？是我错怪小远，我没说他对，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相信过他。他今天会来吗？可清，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走啊！客人已经到了宋家那边了。哥，你回来了。宋云，回来干嘛？今天不是你该回来的时候，赶紧走。什么？这么着急赶我出去，是怕我宋家大少爷的身份曝光之后毁了你儿子宋书恒的婚约啊？宋元，赶紧出去，今天可是小恒和王家千金的订婚之日，休想捣乱。捣乱？你搞错了吧，我是回来拿回我属于自己的婚约，这叫穆辉云。你哪来的自信？就你也配？哥，你毁婚约我不介意，只怕可卿他不能同意，因为可卿喜欢的是我。就是人家可卿喜欢的是我们小恒。我警告你，少用婚约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迫可卿。是吗？如果我说可卿喜欢的是我呢？董源，是故意的吧？喜欢你？我们家小恒哪点不比你优秀？你凭什么会认为王可卿喜欢你？就是啊，谁会喜欢一个强奸犯呢？宋倩倩，你张口闭口就是个强奸犯，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他是谁呀？居然敢在宋家大呼小叫？我没听错吧？他刚才好像说王家小姐喜欢他，我怎么感觉都可能跟宋总有点像啊？哦，对，他也姓宋，难不成跟宋家有什么关系？行了，宋远，你别以为你姓宋就能跟我们家扯上关系。不过是我们家保姆的儿子，识相的话就赶紧走。保姆？你确定我是保姆的儿子？难道不是吗？我们宋家就小恒一个男丁，你连大学都考不上的废物，有什么资格跟小恒比？嗨。原来是保姆的，我还说呢，没听说过宋家有两个儿子。这种身份也敢大放厥词的说王家小姐喜欢？家里没有镜子，还有尿吗？我再问你最后一句，我确定是保姆的儿子？是。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承认。但今天说的话你请记，这个世界上可没有后果。既然承认了，就赶紧走，别逼我把你赶出去。我要是不呢？啊哈。我知道，我看不是可卿喜欢你，而是你喜欢可卿吧？一半一半。一个保姆的儿子也好意思觊觎王家小姐，还真是自不量力。人家宋公子和可卿小姐郎才女貌，他身份低贱，连个大学都考不上，哪来的自信跟人宋公子比呀？看，谁说我考不上了？我不仅考得上，我还比宋书恒考得好。够了，狂妄自大。待会十二点高考成绩就会出来，你要想让我给你留点脸面，就自行离开。我们小恒品学兼优，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你一个吊车尾的成绩，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宋远，你再这么闹下去的话，别说婚约了，
连王可卿他都看不上你，是吗？先生，夫人，教育部部长带着名校校长来了。妈，名校校长？难道咱们这儿真有人进榜题？但是成绩还没出来的。哎，那不一定。一般名校校长都能提前知道状元的成绩，我估摸着他们是趁成绩还没出来，提前来抢人了。今日唯一的状元人选，不是宋公子就是王小姐。王小姐现在还没到场，难不成是宋公子？宋先生，幸会。这人是东城教育部部长，这位是清北大学校长，这位是樱桥大学校长。诸位，幸会幸会。我们几位前来主要是为了令公子学业方样的问题。宋先生，您真是教之有方啊，为我们东城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弟子。哎呀，哪里哪里，大部分都是全子自己的努力，我们这些当父母的顶多就起个督促作用。是啊是啊，我们家孩子平时学习就很努力，今天啊算有个成果了。宋先生，你对贵公子的教学方向有什么想法？不妨考虑考虑我们清白。我明桥也可以了。看来状元啊真是宋公子，能让两大名校的校长亲自上门来抢人。看来王家选择宋家果然没看准，我要是那保姆的儿子，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听到了吗？现在各大名校都这么看着我们小何，刚才某些人啊还大言不惭地说那些话，真是不知羞耻。王家大小姐到。可卿，你来了。可卿来了，伯父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便是名校的校长，他们可都是来头书恒的。诸位，这位便是犬子宋书恒，这位是犬子的未婚妻王可卿，正好今日是他们二人的升学宴和订婚宴。可卿，快和校长们打招呼。宋书恒，我们退婚吧。退婚？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要找的状元是宋远？宋远？校长，你没有搞错吧？宋远他怎么可能是高考状元？小远，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是高考状元？我说过的话，你们宋家有人相信过吗？不可能，我们小恒之前一直是年级前几，他一个倒数第一，怎么可能是高考状元啊？我知道了，我说你怎么说话这么硬气？这几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名校校长跟教育部部长吧？是你请来的演员吧？胡说，远哥才不是你们口中说的那种人。可卿，你和宋远认识？可卿，你刚刚说退婚，是不是我听错了？你没听错，我说的就是退婚。宋书恒，我要和你解除婚约。可卿，别闹。爸，我没闹，我是认真的。可卿，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是啊，可卿，如果书恒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跟我们说，我们一起解决。他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但是这婚我必须退。宋书恒，你也知道，我们两个并没有什么感情。所以退婚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可是为什么我是真的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叔叔阿姨，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希望你们能够答应可卿退婚的请求。王可卿，我们家小恒各方面可是非常优秀的，一旦退婚你就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了，我不会后悔。这你怎么不事先跟爸爸说呢？你看小恒的条件多好，能喜欢上谁家的少子？爸，其实我喜欢的人是宋远。啊，你小子，既然是你，我就不说什么了。宋远，你到底想干嘛？你先是顶替了小恒高考状元的位置，现在又抢了他跟可心的婚约。宋远，你老实说，你到底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王总，你可想好，你真要把女儿嫁给像宋远这种德行的人？现在高考成绩都还没有出来，我敢肯定他绝对不是高考状元。你宋先生，我什么德行？什么德行？撒谎成性啊。王可卿，我可劝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不要把榆木当珍珠。可卿，我知道你只是一时冲动，我能理解。高考成绩马上就要出来了，你刚刚说的那句话现在收回还来得及。不用了，就算是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相信远哥也绝对不会差的。王可欣，别怪我没提醒你，你一定会后悔今天的决定的。我也劝你，宋夫人，你可千万别后悔。行了，现在走，我可以什么都不行。时间到了，可以查成绩了。小恒，快用你新买的触屏手机看看你的成绩。196，六百九十六，你考了696分，状元肯定了。远哥，我考了693分。嗯，考得不错。你管得着人家吗？刚才你不是说自己考的分数会比小恒高吗？倒是给我们看看呀。宋元总分721分。宋元总分721分。小远，你考了721分。这不可能！宋先生，恕我直言，宋远同学是高考状元，你不应该为他高兴吗？难道他不是你儿子吗？儿子？他是宋总的儿子？怎么会？这个人不是保姆的儿子。宋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校长都认为宋远是你的儿子？你和宋远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是他们家保姆的。宋远，我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要。小远，现在人多，我们私下聊好吗？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可能。远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爸，这要是你们知道了怎么办？其实啊，宋远是我宋家的长子。远哥，你真的是宋家的儿子？他居然真是宋家的儿子！既然是宋家的儿子，为什么宋家都说他是保姆的儿子呢？我看这样子，宋家恐怕只会承认宋书恒一个儿子。宋总，你不想解释解释吗？哎呀，王总，小远这孩子从小就习性不好，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实在是有辱门风。我们是想着好好给他磨练一番，等他改好了以后，再给他好好公开。没错，确实是对我的磨练，简直让我如火星生。我真的要感谢你，但是我今天来不是让你们跟我攀关系的。我的确是宋家的亲生儿子，但是从我一出生开始，他们就没有对我一丝养恩。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作为宋家少爷的一点待遇。他们为了区区一个养子，把我当下人一样看待。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对我说过半句关心的话，甚至要我把我的肾献给他的养子。你们觉得有这样的亲人，他们配做我的父母，配做我的姐姐吗？远哥，没事，断绝协议已经签了，我这辈子跟你们宋家没有任何关系，当孤儿挺好。小远，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当时只是误。别装了，够了，别装了。你知道红什么心？宋总，这件事情你们必须给我们王家一个交代。我们两家结好，我可说的是王家和宋家血脉联姻，我们愿意拿出王家10%的股份来作为嫁妆。可是你们现在不愿意让你的亲儿子来娶我们家可心，居然还拿一个养子来代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误会了。误会？你是想说你没有让宋书恒代替我的身份？行了，小远，小红根本就不容易，你让让他怎么了？让身份让给你，亲情让给你，什么都让你。凭什么？你听我说。好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居然为了一个养子如此这样对待你的亲生儿子。我看这婚约和这股份今天就到此结束。至于你和宋远的关系，我想也没必要再深究了。我赞成他们在一起。宋远同学，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们清白啊？我们巧也不错，我们这次诚意满满，我们可以为你提供盈利的宿舍及学费全免。小远，大姐知道是家里对不起你，你不愿意回家也没关系的。我叫人给你准备20万，就当是庆祝你金榜题名。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大姐说。你真当我是乞丐？你给你那个好弟弟买跑车买别墅的时候一下子就是几千万，给我这20万我才不稀罕。可枪，小翠，二小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是有件事想问你，那天侵犯你的到底是不是宋远？不是，我要听实话。
对不起，二小姐，我之前太怕了，那天欺负我的不是大少爷，是二少爷，宋书恒。远哥可亲，这么大的事情，你两个居然不先告诉我们。宋远啊，这些日子你的能力和人品，叔叔有目共睹，我把可心交给你，也就放心了。不过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宋家的儿子，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为了报复宋家，还是真心喜欢我的女儿？爸，王叔你放心，我宋远不会为了宋家人牺牲自己的情感。我对可心是认真的。好啊，那我就放心了。现在触屏手机的势头大好，你可有什么想法？啊，王叔，这是我准备的一些规划方案，您可以看一下，提点意见。电子货币、二维码技术，我想做的触屏手机不会止步于此。要想发挥触屏手机的最大作用，提高用户的依赖性，电子货币才是最佳途径。后续呢，我会广招一些技术人才，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手机软件。这个软件呢，主打的就是聊天互动和线上支付。这所谓的线上支付呢，就是人们出门用二维码付款，以实现大众便利化。好啊，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我呀倾力相助。哎呀，王叔，您呢帮我们的太多了。这后续领航的手机在工厂还需要你持续跟进。您放心，这每个月的收益啊，我会按时按点的准时打到你的卡上。哈哈，行啊，现在你也算半个王家人了，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希望我们越做越强，再创辉煌。好。爸妈，说，怎么了？小恒呢？刚考成绩出来了，小恒和小远考的有点差距。小远考的不好吗？考的不好也没事，反正是我宋雨柔的弟弟。爸，那件事的结果，二姐，不是他考得不好，而是他考得太好了，我都不知道他今天有多得意，把小恒的婚约都给找了。考了多少？嗯，考了720，是全国的高考状元。是吗？那太好了呀，这历年高考状元的分数都没这高，这可是件好事儿，我们得赶紧叫小远回家庆祝。有什么好庆祝的？还不知道他耍了什么手段，我看呢。状元来的也不干净。行了，能考上状元那是他的本事，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给找回来。再不说他也不像脸上的儿子，留在外像什么样子。这废物找回来有什么用？你忘了他当初在家干的那些混账事了吗？妈，你有这功夫你不如上楼看看小恒。我要说的就是小翠那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强奸小翠的根本就不是小远，是小恒。宋雨柔，你到底想干嘛？非得要让小翠给那个畜生背锅是吗？妈，二姐，你们吵什么呢？爸妈，你们有没有想过，背黑锅的可能是小远？什么意思？算了，大姐三妹有事跟你们说，跟我上来一个。二姐，你到底要说什么？如果是要说宋远那个混蛋的事儿，我可不想听。二妹，你说吧，那东西我看了，的确是我们对不起小远。什么东西？关宋远的事儿？大姐，三妹，小翠那件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侵犯小翠的人的确不是小远，是小恒。不可能，怎么可能是小恒干的？这话可不能随便说，你有拿到证据吗？二姐，你到底是怎么了？明明是宋远抢了小恒的婚约，你不帮着小恒就算了，怎么还反过来陷害他呢？我也不希望是小恒，可事实就是如此。小翠，出来吧。大小姐，三小姐，好啊，既然你在，那你就说说那天欺负你的到底是不是宋远。对不起，三小姐，那天欺负我的的确是二少爷，宋书恒。那天二少爷把我压在床上，要不是大少爷进来，我恐怕就完了。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当时为什么不说？
那天确实是二少爷欺负的我，但在你们回来之前，他把大少的玉佩扔在床上，还威胁我不许说，我当时太怕了，所以才连累了大少爷。不可能，不可能！说，是不是宋远收买了你，让你来栽赃吓唬小恒的？三妹，他说的应该是真的。你先回去吧，门口安排了司机，安全给你送回家。谢谢二小姐。二姐，你还真相信这个小翠的话呀？小恒跟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什么样你不清楚吗？肯定是宋远花钱收买了他呀。二妹，你说的对，从始至终我们一家都好像没有相信过小远。你把相机给三妹看看。什么相机？这是小远这么多年来的记录，你好好看看吧。就算你对他再不满，他终究是我们弟弟。他能记录什么？不是骂我们的东西。今天啊，是三姐白玉兰提奖的日子，我呢要跟她一起见证这个时刻。啊，三姐出来了！三姐，宋贤姐这个贱人，要颜值没颜值，要演技没演技，竟然选了我家姐姐的白玉奖。哼，我看啊，她就是背后勾搭了金主。啊，勾搭了金主？你们两个说什么呢？怎么了？你是谁呀？碍着你什么事了？那是我三姐，怎么不管我的事啊？你凭什么骂她？三姐，我看你是她的脑残粉吧？你看宋倩倩那个贱人理你吗？你是谁贱人？怎么了？说的就是宋倩倩，刺激到你了？她抢了我家姐姐的白玉奖，她就是贱人！我不跟你说姐。那边怎么吵起来了？倩姐，粉丝吵架罢了，不必理会。你那天那个人是他。今天周末，我们一家人都在家。什么味道？爸妈，姐姐，妈，那今天都怪我，没及时发现三姐煤气灶没关，害得全家煤气中毒，差点酿成大祸。不过还好啊，大家都没事，他们也没有发现这是三姐的原因。这万一让他的记者知道了，肯定有很多黑料，就要上热搜的。那天是我害大家中毒的。你知道错没？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没关燃气，差点害得我们全家都出事了。妈，真的不是我。现在来还狡辩，我进完厨房之后你就是最后一个进去。妈，狠狠地打他，真是个丧良心，家迟早被你害死，让你不准进行，让你个没用的东西，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大姐，大姐，我不知道是我害大家中毒的，我冤枉宋远了。一直以来，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真的相信过他。那现在你们还认为小翠那件事是小远做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那件事情是小恒做的。小恒也是我们的弟弟啊。是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实在没办法接受。那为什么当事情发生在小远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接受的那么坦然？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小恒的偏爱和对小远的忽视，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大姐，二姐，我要去找宋远。还是等明天吧，今天发生了这件事，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见我。宋远，看来你是留不得了。你看，把这个带着，看到这个，
不错。表哥，这两位记者说想要过来采访你。宋先生，我们想从关于高考状元和领航公司两个方面跟您聊，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这公司重点有关机密，要不去你们电视台采访？好，多谢宋先生赏脸。好吧。宋先生，大众都想知道触屏手机将更新到哪一步，请问您目前对领航公司有什么规划呢？目前在着手新的项目，大家可以期待。燕姐，前面就是我们这次的演播厅了。知道。宋先生如此优秀，想必家里也是提供了帮助的吧？帮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确实给了我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嫌弃和忽略，或许我就把我自己的肾拱手让人了。这怎么了，倩倩？你和里面的高考状元认识？喂，大姐，你快带着二姐过来，我在电视台看见宋远了。小远，之前煤气的事情我知道了，我错怪你了。宋三小姐，你这干什么？纨绔肉计。小远，三姐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三姐吧。三姐，宋倩倩，你是不是忘了你昨天还口口声声说我是保姆家的孩子，你现在又来认我这个弟弟？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宋远是挥之即来、呼之即去的玩物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道歉晚了。你不如回去捧着你那个嚣嚣嚷嚷的好弟弟。我好言好语的跟你说话，你怎么是这个态度？姐，小远，您今天来是来跟你道歉的。小远，姐姐们真的都认识到了错误，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你们给过我机会吗？在我说没伤害小翠的时候，你们给过我解释吗？在宋倩成、冯静茹打我的时候，你们给过我机会吗？昨天在你们说我是保姆儿子的时候，我给过你们机会了，是你们自己不要。你们现在来道德绑架我。小远，大姐知道你怪我们，是我们对不起你，但我们终究是一家人，应该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对不对？这些话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我没想到会从你的嘴里说出。你所谓的家，就是让我生活在冰冷的监狱，不断对我打压、辱骂和伤害，还要我把肾捐出去。小远，我们是你的姐姐，难道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没必要了，你们的态度已经表明我在你们宋家永远是个局外人。小远，大姐，说小远会不会不认我们了？慢慢来吧，小远可能只是还没有消气。行了，开始。好了，不用了，我自己回去，不用来接吧。啊，宋冉。还要多久准备好？马上，正准备麻醉。麻醉？我问你干嘛的醉呀、啊？上哥，是，好。现在，苏师傅，醒了。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当然是想帮你的事。宋远，我给过你机会了，既然你不把肾给我，
那我就自己挖。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拽什么呀？就你高考考个状元，怎么了？你就觉得能压我一头，把我挤出宋家吗？你笑什么？宋少华，你不觉得很搞笑吗？你真觉得宋家的财产你可以拿到我？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如果让宋建成知道你是方静多年前外遇生的孩子，他还会重视你吗？你怎么知道的？你猜呀。啊！还有谁？怎么？你害怕了？我说我他妈弄死你！傻子，说话呀！怎么不说话呢？你敢我的肾吗？来，我告诉你，你就是躲在宋家的一个蛀虫。宋书恒，我宋远根本就看不起。宋远，你这死了一条心吧。我是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儿的，把他给我摁住！放开我！没事，老哥哥，抱歉了，从今天起，就是我的了。我住手！我。怎么样？你没有受伤吧？我没事。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渊哥，是我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我去找了可心。渊哥，这家伙怎么处理？如果人不伤，要不然我绝对不会让他弄死。弄死你会不会太随便啊？这事我就不赔你。啊？你想干什么？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折磨人的是什么？我要把你计划好的所有事情全都赐给我，你等着吧，我会给你送一个惊喜。咱们走。渊哥，你今天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也把那混蛋给放了？对呀、啊，元哥，咱们好不容易抓住宋书恒的把柄，就这么给他放了？可清，你觉得呢？你肯定是有自己的理由。有些事情是该去宋家解决了。宋书恒，两辈子的恩怨是时候该算清了。哎，小恒。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哼，除了宋远那个混账还能是谁？自从他回来后欺负我们小恒，欺负的还少吗？小远，小恒，昨天和小远见面了吗？我昨天本来是想让他回来的，可他不愿意，就动手打了我。姐，这事儿千万别怨哥，我就是招人烦，这点伤过两天还不肯回家。难不成他真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说，他的手机号多少？我现在打给他。爸，你知道小远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吗？还能为什么？我看他就是在外面野惯了。他真以为自己考个状元多长本事？要是没有我平日里管教他，他能考上状元吗？要我说，他不回来就算了，省得我看着糟心。不行，必须让他回来。上次订婚宴我已经承认他的身份了。要是让外人知道我宋建成的儿子在外鬼混，我的脸还往哪搁？爸妈，你们一个不愿意他回来，一个只是为了面子，你们真的有把小脸当成自己的？怎么没有？我都当面承认他的身份了，这就是对他的认可。
这要换成我也不行。怎么了？那我有什么？爸，小远要的不仅仅是身份，是我们在意和关心啊。他离开家那么久，我们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吃得好吗？是。他。老爷，夫人，大少爷回来了。最后一次来这儿，该彻底结束。走吧。小远，你回来了，吃饭了吗？神吟，给大少爷备午饭。哎，不用，我一会儿就走。海草，你到底想在外面鬼混多久？要不是我管你。你现在都已经学成黑社会了，黑社会哪有你的宝贝儿子那么溜啊？绑架、挖肾这种勾当都干得出来？宋书恒，你说我说的对吗？哥，你说这些我听不懂。没听懂，没事，一会儿。陈怡，上家访。夫人，您别，快去啊！哎呀，哎。跪下！你在跟我说话？这么久不回家，连人都不会叫了是吧？你现在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还有没有我宋家？哇，真没了！你，你打死你个兔崽子！小远，你别乱胡说！方静茹，这事你不谈，要我跟他们说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爸，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怎么让妈解释啊？哥，你要是想赶我走，你就直说，你不用说这些话来侮辱咱妈。宋远，你要是来捣乱的，就赶紧滚。再要是胡说八道，别怪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小远，你就别再和爸妈闹了。闹？你们还是不相信？之前的道歉呢？你们诚心的认错呢？到头来还是不相信。小远，不是姐姐不相信你。不过这个事情它太荒诞了，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宋雨柔，你作为一个医生，你难道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和宋书恒的肾脏为什么匹配值这么高？要不是有血缘关系，他这样的病殃殃的身体跟我有半毛钱关系。还有你宋建成，我觉得你真的挺好，戴了这么多年绿帽子都没发现，我真是对你挺敬佩。你。宋建成，你要不自己好好看看，你为了一个私生子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赶出家门。打死你个兔崽子！放肆！反了你了，竟然对你妈动手！妈，我一直跟我妈就死，她只不过是个陌生人。小远，你别这么说，你也是妈妈十月怀胎生下的。大姐知道你心中有怨气，你现在还年轻，你不懂亲情的重要性，我们以后会改的。亲情？不好意思，我不需要。这么多年没有亲情，我照样不过来。你们不如把你们口中所谓的亲情给你们宝贝儿子送出。我不稀罕，我绝对不稀罕。放肆！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宋平，我告诉你，你姓宋。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宋建成的儿子。宋建成，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还要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你们宋家的人，我也没有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家人。你看吧，我就说他是个白眼狼。老大，不应该把你生下来。是，如果可以选择，我才不想从你的肚子里钻出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母亲会把自己亲生的孩子从一出生就抛弃在外。放心吧，我对你真是大开眼界。小月，你说什么呢？当年是医院保管不当，关他什么事啊？这里胡说八道！你不说还当我不知道？看来你的野种儿子没告诉你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不过是你方静茹早些年外遇所为。
接下来。我确实出轨了，小黄的确是我生的，也是我在生下宋远的时候，我就把他拿到医院外面扔了。怎么样，你们都满意了吧？啊！你这个毒妇，你说那个男人到底是谁？是谁？是谁？你难道不清楚吗？宋建成，你怕不是忘了你当初我为什么会跟你结婚？原本有自己的爱情。是你趁我喝多强心药，还拍下照片找上我爸妈，逼着我跟你结婚，怪我被我爸妈嫌弃，还骂我不知廉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了什么算盘，你不过就是贪图我方家的财产。我本可以和我心爱的人长相厮守，白头到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你，是你毁了我的一切，我恨你。即便是如此，在婚后我也没有亏待你，这不是你出轨的理由。那又怎么样？我没有错，我只不过是犯了你们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是你的错，是你把我逼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结婚后我本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可是你呢，压根就没有把我当人看，就为了他这个儿子，你把我当成了一个宋家的生育机器。还有你，知道当我生下一个男孩的时候，我有多恨你吗？为什么连他这种人也配有儿子？所以我就是你们憎恨的产物吗？从我一出生就注定被抛弃。对，没错，你和他一样，我看到就觉得恶心。哪怕我死了也没关系吗？我不是小童的肾脏不好，你觉得我凭什么会把你接回宋家？那你有没有想，如果没有我的肾，死的可是宋书恒。好了，我今天的目的已经达成。宋书恒，你要不在你所谓的父亲面前假装的哭喊几句，看他会不会把宋家的财产稳稳的交到你手里。我告诉你，这个家我永远都不会毁。小远，小远，你别走，爸爸知道错了。小远，你回来吧。来不及了，在你们一次次误解我、忽视我的时候，我已经磨灭了我对你们的亲情。宋家，再见。小远，你这个毒妇，我要让你离婚，我要让你净身出户。离婚？你敢吗？你那死要面子的性格，你敢让外面的人知道你被戴绿帽子了吗？你不敢，宋建成，他妈就是个懦夫，一辈子只敢窝里横。告诉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你是想要宋远，你不是想要儿子？去啊，去找宋远啊！你看他还搭不搭理你？倩儿，倩儿，妈，从小远回家的第一天起，就故意引导我们误会他，到让我们无视他，对吗？没错，我就是故意的。只要你对宋远越怪，我的小孩就能过得越好。宋先生，国生先把亲生儿子逼走了，滋味怎么样？啊！各位，领航 APP 支付人数突破了3000万。远哥，我们成功了。远哥，这就意味着我们软件上线的每个时间段内都有用户在使用我们的二维码支付。对，软件的热度越大，也就意味着触屏手机的用户群体不断增长。可卿，赶紧通知王叔加紧补货。好。诸位，现在是我们领航的关键时刻，大家卯足了劲。编程组时刻盯好软件后台，以免出现人数过多软件崩溃的情况。好的，宋总。设计组定好交互板块，一旦出现卡顿或交互受阻，立即复制。好的，宋总。这个月的奖金工资全部发放，大家加油干！加油！加油！加油！
二姐，检查结果出来了吗？爸他到底怎么了？检查结果显示，爸是长期服用慢性毒药，毒素已经深入骨髓，想想彻底治疗，恐怕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毒药？怎么会？难不成是？怎么会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定好爸的治疗方案。大姐，先跟我去趟检查室，咱们准备好住院的东西。嗯。冉哥，因为我们刚推出的那个线上支付功能啊，热度不断增高，工厂赶工已经赶不过来了，是时候扩大工厂了。通知苗苗，给王叔打50万，让他采购设备或招工。让我自己。小远，你们来干什么呀？远哥不是说了跟你们没关系了吗？小远，我们有事想和你谈谈。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小远，你就帮帮我们吧。爸爸被下了慢性毒药，那天毒发后就一直昏迷。宋叔缝破了他的手印，印在遗产书上。整个宋氏都已经被他掌控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呢，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毕竟是宋家的心血，二姐实在不忍心看他落入外人的手里。小远，算姐求你了，救救公司吧。这是你们宋家的事，与我无关。还请三个小姐请回吧。阿成，宋可，三位小姐，请吧。小远，你说这次宋总昏迷，按理来说不是应该由宋大小姐来接管公司吗？怎么会派小宋总来接手啊？还改方向，搞个什么触屏手机行业，那不是和领航对撞了吗？谁知道呢？你首都出来了，咱们小职员在说些啥呢？非得搞个5G触屏手机出来，害得大家加班加点，我都好几天没合眼了。哎，是啊。近日，领航公司旗下推出一款线上支付软件，仅通过关注二维码便可实现购物，引发大众关注，众多市民纷纷购买领航手机，为的就是出门不带现金的便利。二维码付款，你的好字知道疼，你站得有多高，我知道你摔得有多惨。可以通知媒体了。领航公司不良商家谋财害命，倒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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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哥，远哥，具体情况怎么样？有媒体爆料，我们的领航手机有安全隐患，有用户在充电的时候发生了自燃爆炸。还有媒体检测出说我们的手机辐射严重超标，对人体有害。我们线上的支付也存在安全隐私的风险。这新闻一出，激起了不少媒体。咱们现在出去，情况不容乐观。这负面新闻来得这么快，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暗箱操作。阿晨，你去调查一下被害人的具体情况，然后把自然手机送到专业的机构进行。苗苗，你去后台调取数据，然后找媒体发公告，给你辟谣。出来了，出来了，他就是两个公司的总裁，让他还我们一个公道。就这种人还高考状元，我呸！诸位，稍安勿躁，我宋远以人格担保，我们领航的手机绝对没有任何。大家给我2天的时间，我一定成为总裁，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哼，
两天？我看你两天之内逃跑了。我们都买了你们的手机，告诉你，赶紧退我们钱！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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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宋远，这个大林你醒不醒？小恒啊，干得不错。经过这一波事件，咱们肯定已经把宋远彻底击垮了。光击垮还不够，我要做的比他更好。现在宋建成躺在医院里，我那三个姐姐忙得晕头转向，宋娘现在就是吴恒的天下。我就知道我们小恒一定能行，不愧是我儿子。妈，明天就是我研发的红星复兵升级，如果发布成功了，您送我礼物。行，你说，只要妈能做到的，都满足你。晚上，妈，我的身体你也知道，宋远是指望不上。怎么，满足你了？不是，就是有点突然了。妈身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愿意，怎么可能不愿意呢？把这个签了，明天发布会结束，我们去找你。小恒，怎么了？没什么。谢谢妈，我是你功劳。罢了，你现在身边只有小恒一个人，一个舍友。只要他能健康就好。大姐，二妹，你知道领航公司被曝新闻的事情？新闻？什么新闻？就是小远他们公司可能快要倒闭的事情。我和三妹还发现了这个。对，红星触屏手机发布会，宋氏集团，宋书恒搞出来的。前几天领航公司被爆出新闻，这几天宋书恒就推出了对标项目，我怀疑这里面不太对劲。我们去看看吧。可晴，王叔那边是不是影响很大？没事，我爸说了，就当是休息几天。我和他都相信你能够解决好的。进。杨哥，媒体公告那边我已经发放出去了，不过根据现在的风向，大众还是不肯相信。我怀疑是有人在背后搞鬼。我已经猜到是谁了。这个人你们都认识。你是说宋书恒？在我领航出事后就火急火燎的开新品发布会，只有他使绊子想来，就没有其他人。我已经叫阿琛去查他的交易明细。查到了，元哥，我查到宋书恒可以栽赃的证据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宋氏集团红星手机的新品发布会。我宋书恒在此保证，我们的产品绝对不会出现自燃自爆损害身体的现象。那按照你宋书恒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永航的手机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领航的总裁，快拍快拍。总裁，请问您此刻出现在此是何意图呢？最近自燃风波正盛，请问宋总是打算破罐子破摔，拉宋氏下水吗？谁拉谁下水？我想宋书恒应该最清楚。这位先生，说什么我听不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希望你们能离开我的心。谢谢。哎，别这么着急啊，咱俩这么久没见了。继续救。干什么？告诉你，这么多记者看着呢，难道你们还想动手不成？你想办法在领航手机上做点手脚，制造出充电爆炸的假象，找时机把事情给记者报仇。
我会打在你。假的，这他妈是假的！宋远，别以为你伪造录音就可以洗脱你的心。错，他们就是来捣乱的。伪造？你看看这个交易记录的，也是伪造的。大家看一下，五百万，这上面真的给受害者银行汇款了五百万。你怎么可能有我的交易记录？你承认了？你他妈炸我！我本来是想放过你们的，是你们自己伪造遗嘱、栽赃陷害、下毒谋杀，你们心还挺狠。这不是你逼我的，知道我就不该把你从孤儿院接回来。是你毁了我的一切。你的一切是，确实是你。毕竟我没有一个疼我的母亲，也没有一个认可我的父亲，我有的只有一个嫌我平庸的大姐，一个对我避而远之的二姐，还有一个动不动就打压我、辱骂我的三姐。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我对你所谓的一切一点兴趣，我要的只有你和这个姓方小弟。麻烦两位跟我走一趟吧。什么？你在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我要请律师！凭什么抓我？你松开！喂，你就真相还请各位往公告处报上，还我们银行的清白。阿云，你走。小远，小远，而且错了，我知道你不会再原谅我。不管怎样，我都拿你当我弟弟。如果有一天你想回来了，就联系二姐好吗？小远，大姐以后再不骂你平庸了。你很优秀，是大姐没有眼光。小远，我知道我错了，你实在生气的话。你骂我好不好？你消消气。我们这次是真的希望你能回来，你回来好不好？不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不敢再对你们有任何期望。从今往后，咱们就是陌生人。曾经我以为家是一个给爱给温暖的地方，直到我看到了你们，我才知道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像地狱一样冰冷的家。我真替远哥感到不值。实话跟你们说了，你们宋氏已经被我们领航收购，从今以后你们离远哥远点。小远，小远。宋医生，你可是来病人了。哎，马上来。阿妹，快吃饭，今天这饭还是顾客送给我的。你先吃吧，我去看一下病人。哎，大姐，哦，快给我，渴死我了。大姐，我跟你说，今天那个剧组，他竟然让我跑龙套，气死我了，还不给我饭吃。来，快吃饭，我带你一起免费餐。好。嗯，这个还挺香的。各位，今天是我们领航成功上市的日子，我宣布所有的员工工资上调一倍。好了，今天呢我也打算做一个我有生以来最期待的决定。可清，你愿意嫁给我吗？阿远，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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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